昨天晚上调试到十二点，三条线调整好了，然后后面有五条线，明天就调整好了，所以明天就可以。咱台湾的航运的工作啊，做了上佳好。不只是日本啦，吼，韩国、新加坡、香港，咱隔壁的这些国家也是地区，但是这上呢，包括美国吼，啊，包括真侪国家对咱咱拢真好咯。但是咱防疫的成功，除了讲啊，咱的政府蔡英文总统啊，咱苏贞昌议长、陈时中指挥官啊，所有的这个啊，地方甲中央的政府官员全心一致投入以外。实际上哦，咱民间的力量的参与，这嘛是成功一个真重要的条件吼。这边的防疫工作，我咧看哦，真正是全民投入了吼，全民投入。真济这个工厂吼，平时是优良的企业家创造就业机会，带动经济发展。但是国家有需要的时阵，全心全力投入啦吼。以国家的这个安全为优先，啊，个人的公司的利益。连到个坑里后边哈，啊，当然、这款的工厂，啊，也是讲这款的公司，咱拢应该爱甲伊说多些。